哥哥的日常迷惑行为，妮妮跳到给我芊芊，发现我在拍她，呆呆地看着我，你倒是下来啊。日常兄妹户田一七一到春天就有很严重的过敏，妮妮帮一七点红疹伤口。傻妮妮特别喜欢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欺负一七，我的一七好可怜。忽略这段少儿不宜的画面。当妮妮想进屋的时候，她只会暴力跳跳，而一七会在屋子外面静静等待。一七只有一种情况会凶妮妮，就是妮妮要抢她的球的时候，球是一七的一切。一七知道我在看她，她想呲牙，却忍住了看我一眼，对妮妮凶一下，但是却忍不住一直哼哼唧唧，心里有苦说不出。当一七想玩球，而妮妮却只想休息的时候，妮妮一脸生无可恋，好像在说你还没有结束吗？妮妮好心累，每天面对精力无限的一七哥，而妮妮只想睡觉，好像可以睡觉了，一七怎么又来了？好了，玩完了，大家希望这段视频给你带来了快乐，妮妮和一七永远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哟。